火眼金睛，第一轮还是从小童开始。三，等会这是什么？别！二，好难啊！花哥，正确。我，这就是花花男扮女装的样子。我还以为刘涛姐呢，刚才。来，景瑜，请看题。她本身是个女孩。三，二，贾玲姐，抱歉，回答错误。我真凉啊！嘿，刚才那张照片是子怡姐。啊，我也没认出来。我是蒙了一个，你知道吧？蒙错了。蒙也不应该蒙我呀。黄景瑜，你又搅和。你好有问题啊，真的是。你问题也不小。小童，来，咱俩换换，来，妹子。第一次机会失败，来，第二次挑战开始。现在月月到第一个了，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？请出题。这个我猜出来了。这还认不出来？这想啥呢？你时间到，他在装，没有作答，他没认出来，他在装。贾玲姐，给月月那个航班给他改一下，他现在就可以走了。你给我做最后一个去，这还用猜吗？那你咋不说呢？啊，必须要说出来吗？对呀、啊。那你刚进屋啊？前面玩好几轮的，卧底，卧底。有没有人觉得谁和谁需要换位置的？我去第一个吧，可以吗？行。自证身份。你坐哪？你就坐哪。一次机会就不给了吗？你那个送分题就大概那么明显。我告诉你，就那几个外国人再叫回来都能认出来。从子怡姐开始，请出题。认识的我也要演出来，我都不认识。三，谁？二，一。啊！之前藏得那么好，这一刻暴露了啊！我让你们猜出来了吗？这个我真是没猜出来，真猜不出来。这个啊，你还指望着别人猜出来？真看不出来，这咋看得出来？这真看不出来。